包含了当时的市长、全责副市长都列入未来的约询对象，把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列为调查约谈对象，因为北市科 T17、T18 地上权案，还有金华城容积案两大争议，北市议会组成专案调查小组，六号分别召开会议讨论调查方向，但民进党议员简淑培踢爆核准北市科的第三次招租的市长室会议，竟然没有录音，确定让这一件事情分开招标的这个案子啊，居然没有录音录影，柯文哲从头到尾根本无法见人，这个会议里面决定的事情无法公诸于世。柯文哲因北市科金华城两案遭检方列被告调查，日前他反击要蒋市府公开录音，但简淑培出示公文，110年3月3号市长室会议备忘录，后续招商调整为三基地个别招商，如此重要会议竟没有录音档。对此，柯市府时期的秘书长陈志明说，会议决议事项源头多来自简报内容，只要两者对照就可发现关联性，录音录影并非唯一关键，试图帮柯文哲缓颊，但争议不止于此。限期星光人寿补正资料，而不是直接宣布资格不符，这种状况都是在业界极为罕见。绿营议员林彦凤在报，星光人寿投标 T17、T18 时资料有缺漏，但柯市府为了赶绝标，竟破例让新寿在下次会议限期补正，痛批根本帮厂商开后门，而民众党议员帮柯文哲缓颊。全部公开，让所有的委员们大家一并来评断。那希望大家不要带着政治有色的眼光来看这个案子。柯文哲是否毒后星光？北市议会着手调查，要让真相水落石出。三立新闻网记者台北采访报道。这为台北市科技廊道最新一块处女地的北市科园区，俨然成为企业换壳潮的首选。2022年台北市城市博览会特别拍影片介绍北市科，2020年第一阶段工期完成，串联内科、南港生技园区，形成高科技廊带。中鼎集团、人保、康舒、星光纺织、士林电机也都陆续布局。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占地约94公顷，也是目前北市仅存可开发的大型产业园区。因为周边聚集包含荣总、关渡、星光医院等医学单位，加上阳明交大坐落附近，学者看好医疗科技产业发展。内湖科技园区是比较像这个电子资讯业了哈，那南港是比较像这个生技园区哈。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北市科哈，其实可以做这个生技园区哈，可以做生技的代工，这样打穿起来台湾的整个不管是细胞治疗或生技产业会比较大的发展的一些机会。然后呢，甚至可以拨一小块地，可以做国际医疗的示范专区。原本北市科这块地是农业用地，不过2009年北市府拍板以新内科模式发展智慧医疗及数位服务，不止企业进驻，也带动房市发展，将带动台北科技走廊进一波就业机会与产业发展。北市官方宣传动画《北市科高楼林立》，但被标上星光人寿的两栋大楼，至今还是一片空荡荡。就实际上医疗有关的企业跨进来的就是有限嘛，所以他为什么要松绑？所以他一开始的发想，跟他到最后执行的过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那个他引进来的技术的部分就没有那么高啊。北市科攸关未来发展，本是各界关注的精华地段，却因为柯文哲与星光人寿之间标案有没有图利问题，频频引发话题。三立新闻台记者侯长台北采访报道。